哈宝宝报道，57岁哈林在当大主播老婆顺利产子。57岁哈林在当爸主播爱妻张嘉欣继去年帮他生下一女哈密瓜，今天又生下二儿子，再加上与伊能静所生的16岁儿子哈利，哈林已是三个小孩的爸。爱妻心切的哈林此次不例外一样停工陪产，自结束中国好声音录影后全程陪伴孕期，据悉更为此推掉跨年晚会和商演，推估少赚上亿元，但为了迎接家中新成员，对他来说一切都值得。稍早经纪人则回应谢谢关心，哈林哥会再公布消息。而哈林和张嘉欣2016年结婚后做人进度飞快，去年6月爱女哈密瓜报道，今天迎来第二胎儿子出生，但夫妻俩对生产仪式保密到家。先前哈林出席活动时竟透露反正生肖属狗，至于他和前妻伊能静所生长子小哈利，得知天心弟弟的看法，哈林笑说他为父亲感到骄傲吧。